位拔得头筹者，便是这位李公子。李公子，好诗啊！请不用唱诗，这些风格我喜欢。诸位良家子，现在宣明。修仙之路凄苦，他便是我身旁唯一的垂死。琴棋书画，你想学哪个？这首曲子真好听。哎，师姐，它叫什么名字？你爱桃花，桃之夭夭，灼灼其火，那就唤它桃夭吧。一切的情思，师兄，我喜欢你。皆是为了他。道心不稳，未来大道该如何前行？师父多虑，我早已看淡了一切事情，从未。可你想过，你的命格或许会害我。身负七杀命，注定一生孤苦。从我们诞生。就肩负苍生，命数不住，一个无关紧要的人吧。缠了腰，也可以随心所欲。随心所欲。他想入夜深，偏偏要掀起这红尘情缘。必须明白，这三界之中，无人能真正的逍遥自在。我要彻底的除去他的妖精和暗影，或许尽数忘记。您按照九重天的律例来处罚他，这一世的苦和劫难，我都要替他承受。不管现实如何，你还是挡不住。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上天局。那我也不奇怪。不行，七杀哥何其的危险，我们再去接近七杀。哪怕只是远远的望上一眼。心满意足。李星火，这可是锦衣卫主办的，菜的是你儿子吗？锦衣卫经理，陆毅准备一下，过两天跟我去趟扬州。六扇门也记下。偏僻事。贵号是最奇妙的配方，那是上古神器之一啊！五百两黄金，五百两黄金。那架箜篌以及桃夭，对于大人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？曾守望深海，曾守一念。君可知身在其中？为父母居然还能做出这么多事，为君这些还是不错。曾爱何难真爱，能天长地久只等待。不光怕水，嘴里还招人心疼。大人，您不觉得我也挺招人心疼的吗？确实招人心疼，太多。红颜奈何自爱？是否对我真的有意义？我现在没那个闲工夫，经理，你收拾的话，送走了。大人，这首诗不会是李家姑娘送给您的定情信物吧？你根本不懂。我明白，林夕算是祖父，希望大人能生安好。我能更好的保护你，我真的只能这样做。心甘愿，努心来。
你说人死后会去哪里啊？轮回了，轮回重画画，真的有轮回吗？生生转变，再成，听好了，那就这件亲事就算是先定下来，想办法夺取此人的心符之宝。公子是说，云天下，不错了。好，继续，这个机会便给你了。替我嫁给司马长安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下然资建增县，不顾国家安危，民人生死，以致北虏扰我疆土，下然削夺于官，因此生死无常，聚散无定，与亲爱之人不得共处，苦于爱恨别离。直接杀人简单粗暴。记下色塔，而你就在同一城池中救场，别记下。含情眉皱马，冷意如影，一交头看。准备府没有留下活口。逆天而行会受到严厉的惩罚，无论是谁。此一死。要化一起化，天行有大，你就叫公然的与天作对。虽九死，其犹未晚。来，我们回家。大人，秦青之死，我们不能不分开了。好，我会把他的灵魂交给你，注入你的灵魂，才能让他苏醒过来。从此你们将性命相连，你必须时刻保护他，度过重重磨难。但上路你就不能回头，否则他的灵魂就会永远消散。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分开。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
王大夫，我错了。